翻嚟新闻时间，一批调景岭嘅居民今日开会，准备再向房屋署提出赔偿建议。调景岭最后一期嘅清拆月底就要进行，房屋署表示，如果唔能够如期清拆，嗰度嘅发展计划就会受到延误，房屋署可能要负上法律责任。陈玉仪报道。 大部分都搬走咗，而且攞咗房署每平方米$7,000津贴嘅调景岭居民又再集会，准备筹钱请测量师翻去估价，重新向房署提出赔偿建议。依家就边间啊？我哋另一批曾经喺法庭上诉得席，房署要同佢哋倾赔偿嘅82户，就已经筹集咗$6,600，请独立测量师加紧喺呢几日内度屋估价。我哋啲钱愿意使，我哋啲后生仔愿意攞出嚟钱，你拆我屋啊嘛！ 唔系我去申请要求你俾我啲屋。居民一直都要求赔偿额足够喺同区买翻一个相约嘅单位，房署就话会按租金嘅差额计，喺计算原则上已经好唔同。如果喺月底之前仲未可以倾妥赔偿嘅问题，呢82户居民就话佢哋会向法庭申请一个禁制令，阻止房署进行清拆计划。 调景岭系将军澳第三期发展计划嘅所在地，将来会起公屋同居屋、学校、水库、公路同埋调景岭地铁站。房署话，如果唔能够如期清拆交出用地，最少5个政府部门嘅工程合约要延期，房署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房署身为咧系清拆代理人，我哋系有责任咧系提交个土地吓，俾政府咧系即系其他政府部门咧系发展。 佢话而家唯有等居民提出赔偿建议之后，同佢哋商讨，尽量令下一次清拆顺利进行。无线电视记者陈玉仪报道。系你生啊，细路仔过肥咧，好多父母都担心会影响佢哋健康啊。不过原来好多家长最担心嘅咧，唔系细路仔过肥，而系佢哋太瘦嘛。咁越嚟越多嘅父母带太瘦嘅仔女去睇医生，但系喺马嚟医院，因为太瘦而要睇医生嘅人数就系太肥嘅儿童嘅3倍。周杰仪同大家讲下。 9岁嘅泳林身高1米40，从23公斤，同同年纪嘅细路仔走埋一齐，显得又高又瘦。妈妈经常要佢食多啲嘢，呢一招就整咗鸡蛋三文治同埋鲜奶做早餐。但系泳林话唔肚饿，你唔中意食定系唔想食啊？唔想食。最后早餐只系食咗一半，其实好似泳林咁样唔肯食嘢，所以过瘦嘅细路仔好多。 马丽医院儿科每年收到好多呢一类新症，9-5年7月到依家有50宗。同期因为过肥而求诊嘅，即系有17宗。医生话父母都系比较担心细路仔过瘦。如果受到营养不良嘅地步，系会影响细路仔嘅成长。因为足够嘅营养，对于脑部嘅发展都系好重要啊。咁若果个小朋友太过营养不良嘅时候，亦都会影响佢个脑部发展，以至于影响佢学习能力啊，同埋精神啊咁样。擘大口啊，咁样出声讲啊。医生话治理呢一啲过瘦嘅细路仔，首先要检查清楚身体有冇其他毛病，例如系内分泌有冇问题。不过大部分求诊嘅细路仔都好似泳林一样，身体系冇问题，只系唔肯食多啲嘢。医生话咁可能系因为父母逼得太紧。譬如一定要佢食咁多，一定要食晒，一定要食
最紧要嘅，就系俾佢哋食一啲有营养嘅嘢，譬如生果咧可以食多啲啦，但系零食咧就唔好食咁多啦。无线电视记者周洁仪报道。规划环境地政司梁宝荣喺北京向筹委会经济小组介绍香港到2011年嘅发展策略，其中咧包括西北铁路计划嘅。咁但系深圳市委书记黎有为就认为咧，反对将西北铁路嘅衔接口设喺皇岗口岸，即系落马洲。而梁宝荣就表示啊，而家只系咨询嘅阶段，港府系会进一步研究中方建议嘅。个皇岗口岸衔接的话呢？我们那方面已经没有地方了，地面上没有地方摆了。再退一步讲，有地方摆，那个地方是我们将来的市中心，也不可取。所以又非要在黄岗那块衔接的话，只有和深圳的地铁衔接。和深圳的地铁衔接只能是客流可以，客运可以，货运就有困难了。所以我们主张呢，在蛇口
菲律賓中部一個火山爆發，三個人死亡，包括一個英國人，另外只有十個人受傷。坎拉翁火山爆發之後，當局派出軍方直升機將傷者同死者嘅屍體搬嚟現場，死者包括兩個菲律賓人同埋一個英國人，陪同佢哋攀山嘅仲有十個比利時學生同埋七個當地學生。受傷嘅十個人已經送到醫院治理。有傷者形容火山爆發嘅時候好似原子彈爆炸一樣。呢一次係火山三年嚟第一次爆發。南韓發生墜機意外，一架直升機失事撞山，機上面七個人相信已經係全部罹難。墜機現場佈滿咗直升機嘅殘骸，救援人員趕到嚟搜索。咁當局亦都係派出直升機到上空巡視嘅。昨日一架直升機喺漢城以南200多公里一個山上邊拯救兩個爬山人士之後，冇幾耐就撞山。北愛爾蘭嘅新教徒喺第二大城市倫敦德里遊行，紀念300年前一批青年對抗天主教徒嘅部隊。由於遊行隊伍臨時答應改變路線，所以冇引起暴力衝突。陳偉超報導。呢條叫做鄧洛爾嘅小村，距離貝爾法斯特只有50公里，居民多數都係天主教徒。佢哋為咗阻止新教徒遊行到嚟，好多人都帶住木棍同埋汽油彈，用嚟對付遊行隊伍。而防暴警察亦都有出動，用裝甲車將雙方分開，防止爆發衝突。在場界別嘅警員為咗阻止衝突惡化，發射橡膠子彈將人群驅散。不過子彈都唔能夠令到佢哋散開，期間仲發生推撞同埋追逐，有人受傷。直到夜晚，經過警方不斷嘅勸告，雙方嘅支持者先至陸續散去。其實北愛警方最擔心嘅係第二大城市倫敦德里嘅新徒遊行會演變成好似上個月嘅流行特展。因為新教初堅持好似上次咁，已經過天主教徒區，好在嗰個幕後嘅談判，新教徒應路線，避免出血腥事件發生。無線電視記者陳偉超報導。咁快講睇啊！區嘅杯球村已經產生四名，院今日以二名人東方 A 組嗰名出現，好以三比人肥通入到四強，與同好以喺點賽中係升到台南嘅香港。嘅世界青少年球杯赛结束，中华台北成最好喺10个目攞到4项冠军。中华台北系攞到男女四人累计女子全同三项冠军嘅。今日举行嘅呢项优秀足球系之赛者有水准嘅表现。黄又打完数，赛事总分系1117分，平均共系打出206分嘅。结果佢赢得女子优秀第一名，啊女子对战人全能。这块楼的三冠的，本来也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我只是尽量能够打好就降到能多一分几分。今日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华台北积聚一共都四一铜，曾经赢得亚运金牌，而家教练嘅林汉成帮助台北嘅成绩进一步，现在能够到这成绩，也是希望更高进一步，相对些。或者运动能够进入这个，还能够进到的话，我们也更希望得到进。有华的北乒球水准近年进步大，喺为中学者开始进步啦。飞碟及打法嘅大美举嘅水两项人才 A 组和埋杯分别系得男女冠军啦。将近个参者先行游个赛事，被出海，唔住海中心防嗰啲软弱。开咗准赛之后，咁快咗就上日，想回合到冠军嘅安保培特咧，第三个完成入正赛嘅。嗱，今日翻嚟场第二项嘅胜就系跑地嘅，佢先跑上条梯，跟住咧喺荃湾水湖堤坝上面走嘅。个啊，第一个完成全程咧，但系上一个目比赛嚟自王。想暫冠嘅安保別咧就第三嘅，不過兩個回合佢一組成績仍然先。啲女子冠軍趙碧而總成亦要領先嘅賽事，仲有一個回合。俾我去，我職業球員協網球將會
会同阿斯加会分日睇睇晋级嘅方案，揾清浦。近两个星期被成绩好嘅张培呢两个对会向镜头上嘅外线，日后只赢得培先6-1。不过安杰之前冇太过心怕输出局，真的并唔曳。呢球无论得培出太保，睇住够最好多嘅就留嘅盘二六张培好稳定局面，一个 A 波领2-2赢埋，盘数2-1第四度入外线赛，至另外呢强赛事世界排第二嘅穆斯。但系木就亚斯打破纪录，廖新鲜出道嘅奥运金牌得主亚加斯话：今场只有一个目的啫，就系要为呢位有嚟点加嘅奥运嚟留宿，并且取得你数翻佢战绩啦。佢每次系3-4，亚加斯嘅平时已经跌落车位，不过佢卫冕冠军有办法嘅。佢赴美嘅方法系逼佢落战场，系边区冇子弹网，然后就抽中机会。呢球落点被刁转，而喺看赛二腰弯，只有兰同丹德两冠军一手行步极嘅后人，因为佢最后以6-6进入决赛，冇输，而且留稳出得。好，神嘅报完。百货一串面，一百只飞行时间，一百只鲍鱼，爆金币，大大天大大，抽奖一抽奖，每次中抽奖，现成功新年可获金袋或 Ken 水壶 ，keep 啲三十亿努力。电子三世特拉斯，加自己咁光鲜，花结全效，深入衣为全面除污，特衣物收护数保持1000米于指甲状态，有效清除错变得暗淡嘅起部分。第三次都咁正，白色沙皮白颜色衫衣，花结全效，原来都系新出。花结全效，全面污全冇污。得酬奖，大份含有。十个 RDA 标准嘅丰富味，你要听钙同质必最稳便，而必均衡养分，而不良变眼仔，令成毛全面打好健康基础。多啲出着下，多啲天地高，由入都一嘅骆驼得个型。球话一度唔稳定，西南球影响广东沿岸噶，本方面。现全国局区性骤雨，以及首先地区几阵风暴之外，一段时间有阳光噶。今日头颅湾界喺最低嘅20.2度至最高嘅31.2度之间，湿度系69%之间，吹和缓嘅西南风。点钟气温29度，相对百分之76%。由五日而家为今日头颅微量阳极价，天气先差。